向茁壮的时代。我的喵啥笑啊，广泽孙王快出来救驾一下，我快怕死了。我付的钱等一下要给我，不要啦。于班长，你讲话真的很夸张哎！哦，笑了。我永远都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在搞笑还是认真的。真做假时真亦假，你即便认定我都是在搞笑，即使我做的再认真，对你来说，哇，心如刀割。不过没关系，于班长，只要你笑了就好，只要你笑了，做什么都值得。这样还不要喝一下水？头都没破，好不好？挺身预备怀疑啊，还想放假？你准备倒大门了？你好像不能休息啊？已经处理好了，你还比较严重。你撞到头部，怎么一次来两个？现在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还好，只是刚醒过来，头还有点晕晕的。外卖，我刚才你好像不会累 A， 跟排长的伤比起来，哈哈哈，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。我的妈，手一天比一天大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，人平安就好了。来，把椅子拉过来坐。是排长。你呀，以后有什么问题，记得可以找我们聊聊，不要再放在心里面。就只是失恋而已，排长也失恋过啊。排长已经失恋了，心情是跟你一样，觉得自己人生飙升，他已经是我的长官了。好像体力很多 ，hold 多做一点。会因为阶级的问题。哈哈哈！干你娘嘞！也是会传的嘞。如果不是退伍以后才认识甜心，而且事业有成，说不定她早就嫁给我当老婆了。你会这样想就对了，这就代表你知道问题在哪里。你的人生还很长，一定啊会遇到最适合的伴侣。如果我没有往下跳，被排长拉住，我在等，感受到死。会不会痛苦啊？听你这么一说，你好像真的想通了。在我要跳下去的那一刻。好累啊，排长，你拼命的抓着我，叫我一定要撑住。我在拿你的脚尖呢，有时候换个角度想，好像有人叫图骑红中秋矮，那你给我做。哈哈。
犯。这是你一个朋友交代金文一关要转交给你的。哪个朋友？我手断了，请你帮我做。怎么做完二十下又加十下？前二十下休息一下。盛情难却，压不下去了。不止三十 A。好像有人越久没看《臭兵日记》，超课就累积越多啊。先做十下，我快不行了。除了住院费、手续费。健保费，除了你你个个加起来哦，差不多要二十几万了。真惨啦，二十几万，这小 case 啦。之前哦，我有消息飞回出去，应该这几天哦，这条钱就当你办啦。好啦。来吧，年轻的，迎向茁壮的时代。